弟兄姊妹说，我们有时候需要否认己一下，但是当我们去牧养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主的供应，然后还有这个彼此带到。觉得今天有一个经节很棒，就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，这是我知道，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终必叫我得救。那我们去牧养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从小羊那里为我们带到，我们都得到神的供应。那我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这个牧羊长的得主的来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是从这个牧羊记录表上面得知的，我会去一一的看到每一个小羊，它是不是这个这一学期里面以来，就是有牧羊超过一半以啊。比如说有八周，然后有四周以上都稳固的得牧养，那我就会看那个小羊的牧养是谁，然后就把啊、然后我会再去问这个牧养联络人，那是这个小羊是这个到底是哪一个牧羊在牧养，还是说是一整个活力组一起去牧养？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有一些新人不是在一年内得救的，可是我知道就是。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一直的签订持续牧养一年内的啊，一年以上的，所以就是从服事者的口中，各个服事者里面，然后来推荐这个牧养得主的人位。所以啊，就是不要怀疑，就是其实你们每一位都牧养得很好，虽然有的人没有得这个牧养奖，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努力。